朱元璋的严刑治国让众多的贪官吓破了胆，但即便在这样的恐怖之中，竟然还是有人冒着杀头的危险铤而走险。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接连有三起惊天大案。在杀人无数的血腥背后，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官员竟然敢在如此的恐怖统治之中依旧以身试法？朱元璋究竟又采取了哪些手段来杜绝更多的贪污腐败呢？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奇教授将为我们再现数百年前那三次廉洁与贪婪的殊死搏斗。百家讲坛正在播出。上一讲我们讲过，朱元璋建国他有自己的理想，他要建一个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个政府呢有一个廉洁的官僚队伍，他的重要谋臣刘基曾经对朱元璋说，元朝失天下失于贪纵，你要把天下坐稳一定要加强法纪。中书省有一个都市叫做李斌，这个李斌因为贪纵犯法被发现了，可是中书省的丞相是谁呀？李善长。李善长就袒护这个李斌，刘基说不能袒护，报告给朱元璋，朱元璋说坚决执法，处死李斌。朱元璋在惩贪问题上毫不留情，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从这两件小事中，我们看到了朱元璋打击贪官、肃清腐败的决心。如果说这两起案件中被处死的贪官不算多的话，那么在随后发生的三起大案当中，被杀头的贪官和被株连的人就可是不计其数了。第一个案叫做空印案。空印案发生在洪武九年1385年。什么叫空印？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离开本单位到外单位去办事，需要有一个介绍信。这个介绍信呢，介绍你的身份，介绍你要办的事情的事由，这样你可以凭据这个介绍信去办事。但是有的时候出差可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要到一些你没有想到的那些单位去办事，你可能会开一个空白介绍信，事情不写，抬头不写，但是盖了公章。这种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在明朝叫空印。明朝有一个制度规定，天下府州县的钱粮户口要在年底的时候核校核对一下，准确不准确，统计是怎么样，有多少田地，有多少人口，可以上多少赋税，怎么样服徭役。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府州县核对了，到布政司省级机关核对，布政司带着材料到京师户部来核对。户部是什么部？农业部、林业部，管钱管财的，这叫考校田粮。明朝考校田粮从各个省来到京师，往返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到了京师考校田粮的时候数字不行不准确，需要重新填写，重新填写没有公章不行啊，填写完了以后要盖公章，
如果一个很远的地方边缘省份到南京去考教钱粮，数字不合适再回去看公章，好几个月过去了，今年的工作无法完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久以来的习惯，使用空印，带上一份盖好了章的空白文书到南京考教钱粮，数字不对重新填写，章已经盖好了，很省事啊。这件事被朱元璋发现了，朱元璋说其中必有奸，他要处罚所有使用空印的人，凡是掌印的人一律处死，凡是牵连到空印案里头的人不是掌印者也要杖责一百，发到远方。有一个官员叫做郑士元，他是湖广按察使的佥事，也牵连到空印案里头。他的弟弟郑士立就写了一封奏章给郑士元鸣冤，怎么说的呢？说你现在处理我们这个空印，实际上没了解啊这空印的具体情况，我们的空印只是半印。什么是半印？大家知道开介绍信有一个齐奉章，一撕两半，你手里头拿了有半个章，留底还有半个章，所以带走的那个是半印，不是那个正式的完整的印。他说现在所惩罚的空印呢都是半印，这个半印是无法做其他使用，不能够为奸，这是第一条。而且使用了这么长时间了，谁也没说这不能用。第二条，他说如果你要说不能用的话，你事先要说，要做出规定来说空印不能使用，在你还没有规定的时候你就把这些人全处罚了，不公平。但是朱元璋说不行，于是连这个郑士立、郑士元一起处罚，发到边缘劳动。空印案牵连到很多人，所有使用空印的无一幸免。朱元璋做的对不对呢？我认为对。为什么？田粮的数字能够随便填吗？它是关系到户口和赋税的问题。你数字不合适，到了京师一看不对，我就改一改。这种统计是不能够作为国家的税收财政的依据的，老百姓的负担怎么承担，国家的财政怎么收，这是不行的。显然空印案是应该治理的。如此轰轰烈烈的抄查空印的反腐行动，应该会让贪官们战战兢兢，不敢再贪了吧。但天下就是有胆大的人，空印案中斩杀贪官的血迹还没有干，就有官员顶风作案。在明初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贪污大案即将被揭开。第二个我们讲的是郭桓案，朱元璋采用严厉的惩治手段打击贪官污吏，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洪武十八年，全国的官员到京城来接受考核，这种考核叫做朝觐考核，到京师来朝见皇帝，同时要给他的政绩表现
做一个评语和考察，合格不合格，这个官员怎么样。一共多少人呢？一共是4100多人，评定称职的只有435，大多数官员不合格。于是在洪武18年，朱元璋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贪的运动。我们现在说运动，这件事的导火线就是郭桓贪污事件的暴露。郭桓是什么人？是户部侍郎，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农业部啊、林业部啊、财政部啊，户部侍郎、副部长。郭桓都做了些什么事情能够引起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广泛的惩贪呢？仅列入当时的大告当中就有这么几项。第一项，太平、镇江、广德有几个府，官府下令啊，朱元璋下令减免官田钱粮一半。但是郭桓呢，对这些地方是颗粒没有上仓。那么这钱粮收了上哪儿去了呢？郭桓私分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郭桓收受了浙西的秋粮，应该是450万担，实际上只收交上来60万担，还收了一些钞，这些钞加上这些粮食才200多万担，所以还有200多万担又被郭桓等人私分了。朱元璋开了的第三项郭桓的罪状是什么罪状呢？当时这个征粮食，可以征粮食的本色，也可以征折色啊。你比如说你征稻子，说如果这个地方不产稻子，我可以折成其他的东西来交税，或者是把这个粮食呢折成钱，当时叫钞，来交税。郭桓等人在征收赋税的时候，一担米折钞两贯钱，但是两贯钱以外，他又跟老百姓要了什么钱？一，水饺钱100文，水饺就是用船来运输，水饺钱；车饺钱300文，说船运完了还得用车运，再加300。口食钱100文，说这个人吃马喂的，得吃东西，再加100文。裤子钱100文，掌管仓库的，看仓库，我得给你看着啊，没有人不成，再加100文。蒲篓钱100文，这粮食得装成包，打包蒲篓，加100文。竹篓钱100文，拿竹子变的筐，变的篓，再加100文。还要交燕江的神佛钱，说你要运输的话，走到江上，走到河上，怕这个遇见大风，这个船翻了，要让它平平安安的，沿途要拜神拜佛。谁花钱呢？老百姓花钱，100文。所以一旦粮食两贯钞，加了多少钱？这些赋税都加到老百姓身上，就是巧立名色，增加赋税。这些东西都是郭桓这些人贪污入籍了。
当时官府养马，养马的草呢又来民间来征收。郭欢这些人呢接受了一些贿赂，谁给他贿赂了？这个曹勉征，他把这些个负担摊到其他没有给他贿赂的那些地区，这又是一笔钱。还有纳粮入水，纳豆入水，就是说把这个粮食里头掺上水，潮湿的搁在仓里头，收的这个豆子掺上水搁在仓库里头，最后造成仓库的粮食大批的腐烂，甚至没办法处理，把仓库拆了，把粮食大批的埋了。这样大规模的贪污腐败惊动了朱元璋。朱元璋啊对郭欢案非常重视，他进行了一次统计，他说这个郭欢直接贪污数字呢是有700万担，加上所有的各种各样的折扣啊钞啊，一共是2400万担。朱元璋下令在全天下范围内追赃，怎么追呢？最后这些赃款是不是送到户部了？郭欢手里的户部从哪里来的？从12个布政司来的，当时就是12个省，把省里的官员给我抓来审问，你们说你们的赃款从哪里来？好，大家说是府里的来的。好，把府里的官员抓来再审问府官，府官说他的赃款从州里头来的，那在州官员抓，州里的说我这是从县里头，你怎么给我送上来？那就是县官抓来审问，谁来的？谁给你送的赃款？那就像落到行贿的这些人，这就是当时的一些富民刁民顽童，查到哪儿，惩罚到哪儿，一个不漏。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贪官污吏已经把钱财装到自己的口袋里头了，不能倒出来。怎么办？他们下发帖子，下发通知，到各乡各里，要求摊派老百姓包赔。本来是惩贪，结果老百姓又增加了新的负担。朱元璋下令严格惩罚，所以这一次案件牵连到户部、天下12布政司，所有行贿的、窝赃的，叫天下中产以上人家破产大半。中产以上人家是什么？富民呢？这些富民勾结官府为非作歹，所以这次案子规模非常之大。朱元璋为了惩处贪官，不惜屡次砍掉成千上万官员的头颅，也不惜顶着官员们对他形成的巨大怨气。但这还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朱元璋不仅敢于大批的处决贪官，他还创造了无数的让人脊背发凉的残酷严刑。严刑峻法严到什么程度？我们上次曾经讲过，朱元璋规定贪污60两以上的银子的，要把这个人处死，剥皮食草，这个官员要悬挂在公堂上，给后来者当作警戒。每个县里头都有一个地方剥皮场所，叫皮场庙。郭欢案发生以后，朱元璋同样使用严刑峻法，
什么军阀呢？当时管仓库的一些官员，啊，就是很低级的官员。朱元璋怎么处理呢？把他的这个脚筋割了，走不了道了，膝盖挖掉了，这个人就成残废了。可是没过半年呢，这个人又继续犯法了。怎么犯法呢？当时往仓库里送粮食，送一批粮食拿一个筹码，可能是竹签啊，然后就凭着这个筹码呢去领报酬。人家是送了10份粮食，可是筹码出现了13根。为什么？这看仓库的人呢，这个受过刑的这个人又偷出筹码来拿出来。朱元璋说，你看我当初给他的惩罚不是不严重啊，把他筋也割了，腿也的这个膝盖也去掉了，然后脸上刺了字，身上纹了身，没过半年他又犯了。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不贪赃呢？严刑重罚。朱元璋这话有这么两句，他说：“朕为私刑酷矣。”说我说啊，这个是够残酷的了。闻者将以为戒，说听到的人都应该警戒。其一，攒点康明远等，肢体残坏，是刑非命从，恶又不行。说这个叫做康明远的这个人，肢体残坏了，他虽然那个肢体已经不一样了，但他们还活着命呢，他恶习没改，仍卖官粮，此等凶顽之徒，果将何法治之？我能用什么法我治？严刑峻法，四刑杀戮。所以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啊，很多人批评他，但是实际上也是让这些贪官赃官逼出来。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管库官受到的严刑是挖去膝盖，挑断脚筋，身上刺上字，脸上纹上面，还有剁脚的、剁手的啊，都是当时的严刑。还有叫做洗刷，躺在铁床上，身上浇热水，然后拿铁刷子一层一层把肉刷掉。但是这些酷刑并不是都有效，杀了一批又出来一批。我们在批评朱元璋的酷刑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分析，什么呢？就是朱元璋所使用的酷刑不是针对良民百姓的，特别是不是针对百姓的，而是针对官员官僚阶层的，是官员当中的贪污阶层。所以一说酷刑，说这个朱元璋真可恨，但是他是没有针对百姓，他是保护百姓。朱元璋在亲自查处这两件大案之后，满朝文武百官早已是战战兢兢，不敢乱来一步。朱元璋放眼望去，似乎普天之下已经没有贪官污吏藏身之处。但就在他暗自庆幸时，没有想到的，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又出了一桩大案。洪武30年又发生了一个大案。这个案子我们说它大，不是因为它涉及的金额或者范围广泛，而是在这个案子当中朱元璋表现出了他的果断和坚决。什么案子呢？欧阳伦驸马案。明朝为了控制西番少数民族地区，用中原地区的茶叶交换西番地区的马匹，把这个茶叶作为战略物资，
严禁私自出口，因为你控制了茶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少数民族地区，他对你有需要，而且你把这个茶叶送给他以后还可以得到马匹，这样对国家是几方面都有好处。因此就规定禁止茶叶私自出关。驸马欧阳伦仗着自己是皇亲，让他的手下走私茶叶，这些人在地方上动用官府车辆擅自闯关，不纳税，不服管，而且是任意垂处把关的官员。地方的守关的人不堪忍受，向朱元璋来报告。朱元璋得到这个情况以后非常气愤，把欧阳伦抓来杀掉，坚决处死。欧阳伦是什么人呢？刚才我们说过他是驸马，这个驸马他的上的公主是谁呢？是安庆。这个公主不是一般的，她的母亲就是马皇后，就是朱元璋的最早的结发夫妻。马皇后一生就生过这么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安庆女是其一，至亲至爱啊，谁求情也不生，坚决把欧阳伦杀掉。所以朱元璋为了建立他的官僚队伍秩序，为了澄清吏治，为了巩固他的统治，不惜灭亲。在朱元璋经历三起大案之后，在全国上下刀光血影的恐怖气氛中，朱元璋却躲进书房，专心致志地开始编写一本书。那么这本书是什么呢？朱元璋怎么偏偏会在这样特别的时刻还要专心地写这本书呢？刚才我们说过，朱元璋把很多他所处理的贪污为非作歹这一些案件的案例编成了一部书，叫做大告。这个大告他要求各家过户啊都有一本，如果你家里藏了大告，那么在审刑的时候可以罪减一等。就在大告发布的当年，就有十几万学生进京来讲演大告，说我们都学了大告了，皇帝给了赏赐，大家回去。就他搞了一次普遍的宣传教育活动。这个大告减刑的这种措施成为明朝的一个刑法上的一个制度，以后凡是在审刑的时候说有大告，减刑一等。可以看出朱元璋所实行的严刑峻法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百姓的利益不受侵犯，是为了澄清吏治。大告公布了以后，又有大告续编，又有大告三编，还有大告五陈，就是专门针对武将武官犯法编的案例。关于朱元璋编大告，他是什么意图？学士刘三五给大告有一个后续，有这么几句话。他说：“日者，中外陈述，王体盛心，大肆贪墨，原必所由啊，起于六朝。”说现在啊，就是日者，就是不久以前，好多官员不体会朱元璋的意图，
为非作歹，贪赃枉法。究其根源，起于六朝，从六部开始的，从中央开始的，不要老用院下的。为罪之魁郭桓为甚，谁是头啊？就是那个财政部的副部长，农业部、财政部，就是这个他的副部长。说六朝本来就是一个成员之地，乃贪赃不法、交通所属，危害百姓。说朱元璋啊，是不忍心生人之无辜也，不能够让这些百姓这个遭这个害啊，不得已施之五刑，就对他们施之各种刑罚。下边两句话，随罪之谁生之，虽然给他们治罪了，但是是要保护他们的，是让他们不要再犯。随罪之谁生之，皇上图治，不遑暇时，有乃营善世书，以为世界，其爱民之意已深。皇上要求治理天下，连吃饭都忙的都没有时间，他还编这个书，他爱百姓的心那是很深的。这是刘三五给他写的一段后续。朱元璋是基层啊，他在基层出身，他受过苦啊，他知道这个苦是什么滋味。他还有一段话，叫这书又不是吏员话，又不是秀才文，怕不醒的呀。我这般直直的说，大的小的都要知道，闲的鱼的都要醒的。这书与管金的造福不是害他的文书。我这个话，这个书啊，是不是秀才文啊，又不是官员写的，吏员写的，就是实话。我这个文章不是害你们的。所以他编大告，虽然每个案例都伴随着严刑酷法，但是他也伴随着一个爱民之心。在明朝初年的几十年里，朱元璋用他打击贪官污吏的坚强决心，用他让人心惊胆战的严酷刑法，屡次清理官僚队伍。那么在那一次次声势浩大的反腐浪潮之后，在一群群贪官污吏被送上刑场之后，朱元璋的重刑治国究竟给明朝带来了什么呢？明朝初年的官场是否就能够从此焕然一新呢？早在洪武九年，山西平遥县县学有一个训导叫做叶伯钜，给朱元璋上书，提出了几件朱元璋做的事情不妥的地方，就有一条叫做用刑太繁，说你朱元璋用刑太繁了，太多了。他怎么样具体说呢？妾见数年以来诛杀已可谓不少矣，而犯者相准，良由鸡劝不明，善恶无别，一贤一能之法既废，人不自立而为善者殆，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进今日被掳者有之，今日令下而巡改，以赦而复收，天下臣民不知所适从。什么意思呢？说你天天处罚人，早晨刚这个任命他当官，下午就把他废了，这下边人怎么办呢？无所适从。这是官员队伍是人人自危，每天过不好踏实的日子。洪武21年，一个学士叫做谢晋的给朱元璋上书，也提出了他用刑太繁的问题。他说从国初到现在20多年了，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说没有哪一天这个法令不改变的，没有哪一天没有人犯错误。常闻陛下震怒，除根减万，
诛其奸逆，未闻保一大善，赏言于世，抚及其中，使诸一者。什么意思呢？说我经常听到你处罚这个处罚那个，没有听你表扬谁，很严厉。当时的官员呢惴惴不安，经常是上班的时候，早上起来上班要跟家里头妻子道别，说今天去了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来，侥幸晚上回到家里头了，见了妻子的面说今天又活了一天，明天还不知道怎么样。如此这般，虽然让贪官污吏们惊心胆战，另外一方面也使得明初特别是洪武年间的吏治得到了澄清。在朱元璋所掀起的反腐风暴中，无数的贪官应声倒台，但在一片模糊的血雨腥风中，也有无数的官员成为他刀下的冤魂。在如此庞大数量冤案的背后，是朱元璋事务繁重草菅人命，还是背后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毛佩奇教授将为我们揭开这一桩桩冤案背后的真相，再现朱元璋之千古奇冤，胡兰之狱。